英雄救美不应该很浪漫的吗？就你还那么多废话。谢谢你。干什么呢？小姐，楚公子说了，打碎瓦片抹在这个墙上，以后就不会有人敢上到这个墙上了。谢谢你啊，帮我解决麻烦。不用谢，我也不想让自己有麻烦。你们刚才啊，有没有听到几声清脆的声音，十分的悦耳，仿佛啊有什么东西碎了。对了，女儿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中午买的两个瓷瓶啊，黄底绿花的，特别的好看。连理啊，你有没有见过？哎，我特意在古董店淘的，很贵的，花了好多钱的。黄底绿花，红底，这红底店您看错了，红的，这红的。连理，连理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说清楚。他，对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买这两个瓶子是为了祈求平安如意的。你看看你这个败家子儿啊，真是气坏我了！哎，这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的，但是你把我气没了这件事情我一清二楚。你爹爹爹，没事儿没事儿啊。喂，小姐，外面来了群婆子闹事儿。完了。